们进行全民新攻略第一回合，总答题时间1分30秒，总奖金15万，24个信箱里面有各种的可能，你即将为你的选择感到骄傲，也可能沮丧。来，第一回合地质开箱，请出题。请问台北捷运8月底开始在观光热点的站新增了韩语还是粤语广播？请抢答。陈又成，韩流还是韩语？韩流嘛。对，请揭晓。恭喜答对。来，智慧金币，请选择。七楼之舞，七楼之舞，请开箱。为什么要笑？我知道你为什么选七楼之舞。上单呀！你的态度非常的感人，令人动容。还没进账，先帮忙付钱。可以重录嘛？全民服务。百货公司运动品牌用品的消费啊？谁啊？和美的。和美不是哥兰伟，你去买什么百货？5000，5992元。你买什么买？就是冲，就是一些什么裤子啊，然后拖鞋啊，什么什么的那种泳衣。泳衣，泳衣，哦，很贵哦。我来上节目帮你付泳衣。我那位住户不好意思，我们要继续啊。好好好，来，请出下一个。来，请问路跑及马拉松是透过晶片还是热成像来追踪及统计分数的？请抢答。哎呦，阿曼，你抢到了，你怎么倒抽一口冷空气？我不知道。猜一下，猜一下，热成像，热成像来追踪统计分数的是吗？请揭晓。我以为是热，我以为它很香，看起来不是，不是，不是，要告诉大家，它那个其实是用晶片，而且会绑在右脚的鞋带上面，然后尽量要让那个晶片垂到靠近脚尖的位置，去记录你的这个跑者的速度。哦，因为有时候是跨那一步，有没有？对，哦，看谁那块迈那一步，最后那一步过感应线，对对对。要不然我以为跑步温度会特别高。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对，是吗？它那个是属于长跑的，路跑跟马拉松，所以它重视的是你最后过的那个门线的时候，到底你总成绩时间是多少？哦，我就有在跑是吧？我们这个其实台北市内湖科技园区每年都会举办很多次路跑跟马拉松的比赛，而且还有那种跑完忘记带晶片不算的，来找我们议员。晶片不见了，晶片有可能忘记带吗？有，他可能跑一跑掉了，在他鞋子上没绑好这之类的，就没成绩。是，跑完他的申诉有什么用呢？就请他报下一次啊，不然怎么跑？这种没有温度的回答，你做得出来？我都超到没有温度的账目了。可以帮他调取他跨越终点线的那个画面啊，看他还是留个念这样子。对对对。蔡祖命，请出下一题。请问甜汤冰糖银耳红枣汤还是绿豆汤热量比较高？请抢答。哇，好的没。我终于抢到了。我来冰糖银耳红枣汤。请揭晓。绿豆都是淀粉啊。而且啊，这个冰糖银耳红枣汤里头红枣只是点缀，并不是说真的占了很大量比例哦。所以呢，其实啊，冰糖银耳红枣汤的它一份哦，大概热量啊不到100大卡，90大卡左右而已。而且你知道吗？其实绿豆汤它不仅呢里头有淀粉，而且还有糖粉，所以呢你喝一碗绿豆汤哦，它有345大卡，比一碗白饭的280大卡还要高。哇，小心啊，小心啊，太大。你看，尤其是穿绿色，你看，你看看，你看你这，你这绿豆色，你就知道你热量多高了吧？340大卡，来，请出下一题。请问地方政府推动共餐运动还是户外演出，鼓励老人走出户外？请抢答。哦，王豪平，共餐运动，出门得有目的才行。对对对对，多交些朋友，走去喝绿豆汤。嗯，对。哎，这热量比较高啦。那我答这个的时候，两位，我们的这个魏明侯舍都笑得很大声，所以我觉得我们笑是笑自己为什么都抢不到。真的，那这个会的是不是？请揭晓。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知。
是到外面去工作了，可能都移居外地，所以老年人在家难免很孤单。但我们又希望可以照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除了呢，希望呢，大概可以透过就老人共餐运动，让他们准时吃饭，而且呢，也能够认识更多其他的老友啊，或是朋友啊，甚至还有人可以在这边找到新的老伴。哇哦，好棒！智慧新币，请选择。我直接选择六楼之舞。六楼之舞，两张账单不会放在一起啦。哦，我们上一期的住户有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吗？请开箱。哎呦！干得好，策略正确，请出下一题。请问雇主安静开除的行为包含了同意任何事，还是让员工感到挫折？请抢答。柯念轩。同意任何事？为什么你选同意任何事？看起来比较安静，就是同意任何事就同意任何事比较像安静离职，对对对，就很安静。嗯，哎，我也觉得，对啊，就说好，你说的都对，你看这种感觉是同意任何事吗？请揭晓。好，其实这是华尔街日报里头的就有讲到哦，现在呢很多的雇主会采取安静开除员工，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呢长时间的不帮你加薪啊，然后升职啊，那以及呢不给你相对应的资源啊，甚至把你调到不适任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职位岗位上面去，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公司我好像真的待不下去了。那雇主可以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呢他不用资遣你啊，不用付你资遣费，但让你自己想要离职走人。所以一旦呢你发现自己疑似有被安静开除的现象，甚至其实也挺难举证的。来，请进下一题。请问鸡蛋大小会因为母鸡的年龄还是饮食而有差别？请抢答。Amanda。年龄。年龄。哎呦。老母鸡蛋。因为最第一颗鸡蛋会是最小的。哎呦。因为它那个比较还没有开松弛，生出来的地方。真的啦。其实你可以讲产道。哦，产道，产道。我刚刚没有想到，产道。生出来的地方。对对对。三七揭晓，果然有研究啊！好，母鸡呢，大概18岁就会开始下蛋了。那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母鸡，它下的蛋呢，通常呢比较小，而且蛋壳也比较硬。那如果呢是年龄比较大的母鸡，它生出来的蛋呢会比较大一点，那蛋壳也会比较薄，但是呢，并不会因为这个母鸡的年龄而影响到蛋本身的营养价值。智慧新币，请选择。八楼之一。喜欢边间，而且顶楼，对，顶楼边间，水塔边，对，请开箱。哎呦，哦，还不错，还不错，太好了呀，请出下一题。请问诈骗集团的密语当中，男生会称为天王哥还是地虎哥？请抢答。黄好评，直觉是地虎哥。如果他答对的话，就蛮厉害的。对，果然是个研究语言的人。不是，是果然是被诈骗过的人。成功吗？成功啊，两次，还两次。怎么会？对对对，怕有抓到，怕有抓到人。有钱有拿回来吗？钱有拿回来。那两次多少钱呢？加起来？一次7000，一次700。好少，7000。不要再提这位苗博雅，我也有被诈骗过啊，但钱有拿回来，我是13000，所以跟你比你多一些些。但其实我其实是拿得回来的。对，你只要在发现的第一时间，因为我大概是在一分钟之内说啊，这不行，这是骗局，所以马上打165这个专线其实有用的。你只要抢在哈诈骗集团把钱从账户领出来之前，你冻结的比他快。那个钱就冻在账户，比速度，而且现在跟我们抢答一样，比速度哦。这个诈骗集团的钱哈，它发还的顺序是越晚汇进去的人有优先权先拿回来，对，因为他要鼓励大家，你要当那个最快报案的人哦。所以一发现疑似是诈骗，立刻打165，是，钱拿回来几率就很高。哎呦，是哦，很有用的资讯哦。地虎哥吗？请揭晓。哎呀，什么？天王又被骗一次，还是地虎哥？好，要跟大家说，其实呢，这个现在啊，东南亚诈骗集团非常的猖獗。那其实呢，他们也会在很多交友软体啊，用恋爱的方式诈骗你哦。所以呢，其实如果你真的遇到诈骗集团呢，你可以跟他呢用讲一下他们的术语、密语跟口号，让他以为呢跟他是同伙的。他们的口号呢就是“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男生会自称是天王哥，女生就是地虎妹。所以你可以再跟这个人去跟他
跟他聊一聊，开始觉得怪怪的，你就故意在这个对话当中讲出天王盖地虎。他如果回你小鸡炖蘑菇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果然是诈骗哦，可惜，请住，下一题。请问，若想要消除鞋子的臭味，可以放软木塞还是硬币到鞋子中？请抢答。阿曼达，硬币。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臭味啊，对，因为我觉得空气这个选项比较。我们全民新攻略3.0财富大楼的题目现在是很多，不像以前那么生冷尖僻了，因为会臭表示有潮湿啊，不是吗？软木塞。可是不是有一种那个金属的肥皂吗？它就是一颗，就是你洗切菜啊，去除杂味的那个。去除杂味就是金属。金属是有。好好好，没关系，好，不要冷，我们冷静啊。我们试试看。是硬币吗？请举手。好，因为呢，就像我们的鞋子会臭啊，就是因为里头呢就湿气闷着，又滋生很多细菌嘛。那你知道哦，这个硬币它的材质呢，其实用铜做的，铜离子呢，它其实啊是可以杀菌的，那也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让鞋子不要有异味，可以在里头大概丢个3-5枚的硬币，其实就会有一些去味的效果。智慧新币，请选择。厉害耶！选一个，6楼之2好了。6楼之2。请开箱。哇，有慢慢降级，小额稳扎稳打哎。请朱小丽。请问悠游卡除了可以记名之外，还可以绑定电子发票，还是超商取货付款？请抢答。苗博雅。绑定电子发票。悠游卡可以绑定电子发票。对，可以。电子发票可以记名，除了悠游卡，包括你的信用卡。但是一卡通这些电子支付的工具，其实都可以绑定电子发票。请举手。恭喜。好的，而且它除了呢可以省纸张之外啊，这电子发票可以直接存入系统当中哦，所以财政部的电子发票的系统呢，也会自动通知你有没有中奖，那你也不需要呢再花时间去对发票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善用这样的一个功能哦。来，智慧新币，请选择。我要。7楼之6。7楼之6，好，跟我一样。站在旁边哦，在我家旁边，在我家旁边。因为我在议会的办公室是746嘛，所以就是7楼之6。请开箱。哦，我看到了。哇！强烈万倍，这刚刚手气很好，很厉害，直接开箱，可以帮你邻居付一下。我跟你说过了，他是号人物，小心他。34秒，请出下一题。请问台风还是紫外线过高会导致登革热迅速扩散？请抢答。哦，何美，他又被电到。台风还是紫外线过高？紫外线登革热迅速扩散。紫外线过高。哦，紫外线过高会导致登革热迅速扩散。哇，请揭晓。为什么？这很 common sense 哎，不要再伤害，不要再骂他，然后再发言第二次了。好不容易抢到了，因为我以为是因为他热，啊，我热啊，因为热，我最喜欢热啊。主要现在可以杀菌呢。哦，是台风。I thank you。就完了，你学到了。来，请出下一题。请问投票章设计成一个这样像谱的形状哦，是防呆设计还是参考了和平标志？请抢答。柯念轩，应该是防呆设计，因为我觉得，投票的当下，你不会去想那个，对我要盖上一个和平的印记，就是没有人投票的时候会想这件事，大家都是为了作业的效率跟快速。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我心虚的说，请揭晓。哎呦！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对折对折的时候，它可以辨识你到底盖的是谁。就是你有时候印章印泥没干嘛，你折过去，它会印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嗯，但是你可以从那个补字的方向确认哪一个才是他真的盖。哦，原来是这样。了解了。好，因为在投票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小心哦，这个对折了以后呢，他的确可能会盖到其他的候选人身上。那在过去，如果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补字的标志，他只是用个圆圈来做记号的话，那变成在验票的人员，他就要呢，非常花心思去看到底哪一个印章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深，哪一个比较浅，哪一个可能是印过去的。所以呢，为了要加速大家呢在验票的作业，所以干脆再多设计了右边有多了这一横，就可以非常轻松便利的看得出来要投给哪一个候选人了。智慧新币，请选择。7楼之2。7楼之2，请开箱。六千元。哦，
20秒，剩下20秒了，请公布下一题。请问吃东西会觉得辣，这是一种痛觉还是味觉？请抢答。啊，痛觉。请揭晓。当然是痛觉。对的。来，智慧星币，请选择。五楼之三。五楼之三。哦。请开箱。哇！你没找到稳扎稳打的。请注下一题。请问多元计程车可以自行决定车身的颜色，还是安装车顶灯？请抢答。何美。啊，我猜对了。哦，不是，你又猜对，你又猜对，你又猜对，车身颜色。请揭晓。智慧星币，请选择。八楼之二。八楼之二，请开箱。哦。哇，都开箱了。嗯。请出最后一题。请问玻璃酒瓶瓶底的凹槽是为了要让杂质沉淀，还是玻璃不容易破？请抢答。请讲。王浩平。五。糟糕，其实我不喝酒。我觉得应该是要让杂质沉淀，请揭晓。来，智慧星币，请选择。我要试试看那个账单左边七楼之四，右边有18000，左边说不定两。七楼之四，请开箱。不可能都账单。漂亮，干得好！哇，第一回合结束，六组的奖金跟大家报告一下：黄浩平21000元，柯念轩6000元，苗博雅18000元，陈佑成-5992元，何美5000元，阿曼达15000元。要特别用力奖励两位领先的朋友：黄浩平、苗博雅。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